好，其实不止台湾，现在世界各国都在非常积极的打疫苗，但是在肯亚疫苗却难以普及。部分原因是因为缺货，想打也没得打。另外还有部分原因是卫教不足，有些民众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打疫苗。好，肯亚政府已经透过电视、透过社群媒体来宣传疫苗接种，但是还是有资讯落差，加上部分地区没有确诊病例，居民感受不到打疫苗的急迫性。另一方面，有些诊所的疫苗根本就不够，甚至有人到现场才发现没有疫苗可以打，白跑了一趟。但是这一趟呢，有可能是花上一整天的时间，长途跋涉对民众非常不便。